朋友们好，我是花田，今天给你们带来位新朋友哦，小兰。噔噔噔噔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份来自外太空的银河水吧。银河水首先呢要非常温柔的加入水，大概是100毫升。然后我们来调一个银河的颜色，来一点黑色。好了，有淡淡的黑色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银色的珠光粉，全部倒进去，扔掉，搅拌均匀，里面就像好多好多的星星哦。我舀了一勺星空送给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加入我们的大块头胶水，大概到50毫升。倒入我们的小苏打水，再加入隐形眼镜护理液帮助它成型。记住我们的口号是拒绝使用不安全的硼砂水哦。哇，我的银河水成型了。哇哦，今天这份银河甲水学会了吗？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咯，明天见。